啊，要多少天？多少钱？见面谈，再带上照片。行，明天，哎，能不能今天晚上啊？半小时以后。哎，怎么跑那么远？行，半小时以后见。李警官，外省的协查通报。刘大，外省协查通报，没有发现胡志军。这胡志军难道从人间蒸发了？不可能，只要他没死，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。这没错，不过每次都让他跑了。难道他比我们智商高？你才弱智呢！我只是觉得他比咱们运气好点罢了。你总像个侦探专家似的。我还侦探？那头都说了，最后笑的肯定是咱们。这种旁人眼里无法理解的占卜，对胡志军来讲却是一种心理依赖。他不愿意相信这是毫无意义的游戏，而更愿意选择反复的投掷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在绝望中得到一点点希望。是那个办证的，你们到了吗？行，我马上到。哥们儿，要办证，你可小心点，这个地方可不比其他地方。挺多人正规办到都要你敲一笔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能不能好好开车啊？我说的话你并不爱听，都是好话。我跟你说，停车！这地方可真够偏的啊！怎么了？还往前走啊？看见一个门洞了没有？上来，三楼，我等你。行，知道了。
你好，你要身份证吗？对。为什么？这好像跟你没关系。很急吗？我要最快的那种。一万。你说什么？定金五千。你当我是傻子？你干什么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要的很急，找我肯定是正确的。我的价虽然高点，但在整个雍州市肯定是最专业的。一万块太离谱了。五千。一万。质量没问题吧？绝对比真的还真，全国网上注册的那种。什么时候能取货？明天这个时候。你可别骗我啊！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一分钱一分货。行，剩下的五千，我明天给你。你放心，我的电话24小时为你服务，你随时可以给我打。够专业的，但愿我明天见到的货，它能值一万，肯定亏不了你的。那行，明天见。慢走。你今天带他出去转了？你可真行。我想儿子这么长时间没晒太阳了，带他出去转转。我都看见了。是吗？我看你那么转，就想起来小的时候你陪着他在公园转的样子。我也想到了。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碰着沈大夫了，他跟我打招呼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就像老街坊跟我打招呼一样。我们在这好几天跟好几年一样，这医生护士啊都成熟人了。回到这儿啊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。我们是不是都习惯这儿了？也许吧，习惯了，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，你说呢？你看，咱们儿子跟睡着了一样。就是。你说，他这么睡着了，还能长大吗？24了，已经是个大人了。可我呀，还总觉得他是个孩子。
今天开工可够早的。头儿已经去了，看来今天有谱。于杰这小子今天也应该说两句实话。昨天痛哭流涕的，今天不会耍赖了吧？不见得，这帮人的心理变化已经不能拿常理来推论了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有时候你的心理变化，我就推理不出来。那是我的本事，男人都让你了解了，那还有什么成就感？哎，那你说，于杰跟我们耍赖的时候，我们没招，他是不是特有成就感？哎，你怎么拿我跟他比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于杰，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满足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周警官。我知道我在你们所有人面前就是一个无赖，但是我有我说到做到的那一面。你就问吧，我保证原原本本的说明白。好，你终于摆正了态度。快点问吧，我怕我一会儿心情不好。根据你前几天的交代，你们为了抢劫用车，杀了两名司机之前，你们还以练胆的名义杀了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，对不对？是。你们抢了出租车的现金，是不是？是何伟抢的。啊，对，是我们抢的。你讲一下，8月15号凌晨，你们抢出租车的详细经过。应该说，在8月15号动手是个错误。我算错了日子。本来应该在8月16号的凌晨抢车，然后16号上午去抢运钞车。但是我以为会是8月15号，结果就在8月15号的凌晨动手了。14号下午，我们在烂尾楼商量计划。当时何伟还没来，我和胡志军发生了点争执。事儿，你买的东西呢？哦，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他妈是什么？这塑料袋和绳子，你让我弄的呀？我让你弄的，我让你弄的是这种便宜货吗？我让你弄黑色的结实的塑料袋，这是什么啊？咱们那是装人的，不是装零食的。这绳子能他妈捆人吗？我只能弄这个，你爱用不用。你他妈再说一遍。对天发誓，天打五雷轰，绝对不是。我昨天确实有点事儿，所以就弄了这个。你，我哎，志军，你干嘛去的？我去买，不用去。不，志军，不用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，全是我的错，我马上去买。买最好的塑料袋和绳子啊！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回来啊！你和胡志军发生争执之后，是你先退让的？是，不是我大度，主要是胡志军的态度很吓人。他是那种一旦安静下来，就让人害怕的家伙。你怕他？原来我并不怕。甚至还有点瞧不起他。说实话，我们三个刚刚聚在一起想商量着做点事儿的时候，我是老大，我见识多，朋友也多。但是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，胡志军慢慢成了我们的中心。
为什么？他做事很有条理，又非常有脑子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有枪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有枪的？何威其实早就跟我说过他们有枪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看到过。直到我们认识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候，有一天何威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到烂尾楼见面，我就去了。胡志军一会儿也过来了，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。他把背包打开以后，拿出了两把军用手枪，一把是5.40，一把比5.40稍微要大一点，是那种苏制的手枪。胡志军给我说，这两把枪都可以打制式子弹。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烟盒，一看那个烟盒就很沉。他打开那个烟盒，里面全是手枪子弹。你知道枪的来路吗？听他们说是在南方买的。你看见枪怎么想？开始的时候很兴奋，心里想有家伙心里就有底了，但是越兴奋也就越害怕。枪我倒是看见了，后来被胡志军背走了，但是枪是掌握在胡志军和何威的手里边，还是没有我什么事儿。也就从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地位变了，胡志军是老大了。你想当老大？那倒不是，但是被他们不当回事儿，心里感觉很别扭。你害怕了？是的，我害怕了，而且越想越怕。我在想，真的抢到钱以后会是怎样的情景啊？大家可以相安无事，或者他们一枪把我干掉。我首先得保证我自己万无一失啊。你们笑话我吧，我确实是个傻子，确实是个废物，到最后出了一颗枪子儿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你先不要做这种毫无意义的自责，说一下，你和胡志军发生争执之后怎么样了？我出去买了能让胡志军满意的塑料袋和绳子，买回来以后，何威也下班过来了，他们正在等我。我们今天都等你半天了，塑料袋和绳子都买回来了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正式行动了。以前那么长时间的准备，可都是为了今天。咱们三个都是在枪口下发过誓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所以从今天开始啊，大家要12万分的小心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说正经的吧。明白就好了。一会儿，咱们先做准备。凌晨一过，咱们先去接辆车。记住，要中高档的，还有必须是没有防护网的，这样才容易对司机下手。这有没有防护网又能怎么样？又不是避弹衣。你想让车里到处都是枪眼和血迹吗？哪那么容易搞到车呢？我说也不容易，所以我还早点去。那明天怎么分工啊？还是按以前商量的，我和威子负责动手，你管开车。怎么？你想动手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俩都不会开车，还是我来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先把子弹上的指纹擦了。军哥，这子弹都炸了，有指纹又能怎么样啊？子弹。
弹是炸了，弹壳在地上，你小子就死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干活吧。之后，我们到了一个吃宵夜的大排档前等候。那是一个开夜车的出租车司机们吃宵夜的地方。胡志军没有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到约定好下手的地方踩点。我和何伟等了很长时间，才等来了一辆理想的车。哎，取钱的人呢？我觉得是这儿啊。人呢？哎，这样师傅，哎，我下去找他。哎，他家离这不远。哎，你快点啊！好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等你等这么久。送都送到这儿了，不等我也没办法。哎，是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保证，他把钱取出来，咱们就走。来，抽支烟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跑这么偏远的地方。是，我理解啊。哎，我保证啊，出来，拿到钱，咱们就走啊。行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一下就觉得不忍心了。我看着我面前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一下觉得，我们确实是在做坏事。哼，你也知道你在做坏事了。你接着说。按照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装成是我领着何威来这里取钱还给我的假象。胡志军早就在这里把风了，何威下车也是去找胡志军，这样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我们可以提前知道。行，我这边也没问题，去吧。好，军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以前啊我也跑过出租，觉得挣的钱太少了，就出去做买卖去了。跑出租挣不了几个钱，到现在不像你们做买卖能挣大钱的。哎呦，挣什么大钱？哎，徐哥说他现在有事儿，一会儿就把钱给拿过来。哦，好，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暗号，也就是说，周围有人，胡志军就不会过来。周围安全了，胡志军就会走过来，这时我们就动手。怎么还没来啊？军哥，处理好了。军哥，畜生！我要喝水。李丁，给他倒水。说完了再喝。走了，儿子，咱们上街去，给你们买好吃的啊。哎，天黑以前，咱们一定得回家啊！你别进了超市就红眼。这两天怎么了？中邪了？你少废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这个败家娘们！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喂，谁呀？说话呀。喂，大头啊，你们一家三口这是要往哪儿去啊？谁呀？哎呀，没你事，你们先走。走啊，走，快去。
军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说。对，说了对你没什么好处。我明白，明白。你别光顾着找我，照顾好你的老婆和孩子。是，军哥，是。你要言而有信，否则……我对天发誓，不然我不得好死。不是你，你们全家。于姐，你也喝饱撒完了，是不是该继续说了？谢谢政府。你们全部做完之后，大概是几点？我回家的时候，大概是8月15号凌晨3点多吧。天亮以后呢？天亮之后，我开车，他们两个打车。我们大概是8点多到的银行门口。但是，一直到了12点，有机合成公司的人也没出现。这中间，我们还去了趟公司，安安静静的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然后你们才发现选错了日子。那是推算天数的时候算错了，应该是8月16号取钱。之后呢？之后我差点和他吵了一架。于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机合成公司的车为什么到现在没来？是我媳妇儿告诉我的。刚才我算了一下，算错了一天，应该是明天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他妈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为什么总是坏事儿？哎，什么叫坏事儿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算茄子，军哥，给我个面子。先别吵，想想怎么办吧，军哥。怎么办？11点了，今天算是他妈白干了。什么白干了？这车白他妈抢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军哥？怎么办？你问他。哎，凭什么问我啊？哎，行，就算是我出了错，现在出了，总得想个办法吧。还能想什么办法？这车不能用了。不至于吧，军哥？接着用呗，怕什么呀？你想问题为什么这么简单？如果明天继续用这车，这司机已经失踪36个小时了，他家人不报警。说的也是，今天晚上再搞一个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行，再搞一个就再搞一个吧。记住了，不能再用绿色的，得换个颜色。行，放心吧。走啊，开车。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车扔了。你不烧掉它了？开车，开车啊。
还有段时间，咱们休息休息。哎，嗯，一夜都没怎么睡，妈的困死了。你呢？我先回家，确定一下是不是明天取钱。我刚才有点冲动，别往心里去。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志军啊，咱们俩不会真动气的嘛。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就是8月15号之前你们的全部行动吗？对。回家之后，我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取钱的时间，确定是8月16号以后，我就给胡志军和魏泽发了一个信息，然后上床睡觉，一直到深夜才出门。到了16号凌晨的时候，又重新回到大排档，重新找车。你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杀了一个人？我没动手。是这样吗？我没动手，是何威开的枪。于杰，死到临头，你还不知道错在哪儿吗？让他接着说。然后我们就是等到天亮，去银行门口守着了。8月16号，我们去的比较早。我他妈让你精神精神，看你半死不活的。安静点儿，于杰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害怕了？没有。等了一会儿，公司的提款车还没有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开车去了一趟有机合成公司。原来他们换了一辆车做提款车，正好和我们碰上了。开得比较快，又绕了小路，所以比他们的车大概早到10分钟。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等着他们提款的面包车过来。现在想想，我们频繁在银行门口走来走去，一定会引起他们注意的。我们一直看着他们进了银行。根据渔网的观察，他们大概要20分钟才能出来。
你们是怎么分工的？我负责开车，胡立军和威泽戴着面具去抢装钱的箱子，威泽抢箱子，胡志军是开枪打敢于阻拦的人。箱子在谁手里？不知道，听说他们是从一个年轻人手里边抢过来的。你继续说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开枪杀人的是胡志军和威泽，我只是负责开车。等了一会儿，四个人从里面出来了，先出来的是两个经纪，他们转了一圈才让另外两个人出来的。出来了，发动车。先休息一会儿。头，一杰，继续说。接下来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们就各跑各的。胡志军说他烧车，结果没有烧。他们俩分了钱，结果也没我的事儿。胡志军跑了，威子死了，我也活不长了。于杰，你哭什么？于杰，你是个男人吗？行了，把他带回去。喂，你是办身份证的吗？我身份证办的怎么样啊？没问题，你按时过来吧。行，我会的。那到时候见啊。就在于杰因为绝望而痛哭流涕的时候，胡志军却在为自己的生路而挣扎。假身份证无疑是他逃亡生涯的必需品，而10000元的高昂价格又让他不得不去想一些其他的办法。他提前来到交易的地点观察，因为做任何事都要有完全的准备，尤其是在他酝酿邪恶的时候。
跟随一点点痕迹，上天入地。坚强的你，撑起风雨。